王威成今天第一打席的挤出篮打，这个打席打第一个球又是一次篮打。因为已经来到第四局的投球了，那前三局郭俊麟的投球，其实他先不论他的这个整个结果，他的整个在场上面对这种第四场哦，担任重任的这个先发的这个任务，他其实整个态度就已经展现得相当不错了。那但是这个半局的所谓打者开局的这个算是蛮扎实的安打，会不会是一个讯息哦？就要看统一狮队这边的教练怎么样去做思考了。那一届的台湾大赛其实也蛮经典的。先来看一下右边方向的飞球落地是一支安打，这个半局两支安打，现在中兄弟又有了得点圈的机会。这一球反向攻击也是跟得漂亮。这个球哇，又是一支安打，那下来有三个跑者绕过三垒之后拼本垒，同士队回传球，在本垒这边哇传偏了，岳东华敲出了四十的安打，打回了中英兄弟的追平分，打回了王威成，两队现在3-3平手。那如果士队今天的这个所谓的先发第二个 cover 的这个投手，他是什么时候上场的这个设定哦？可能这个部分必须还是要明快一些哦，因为其实这场比赛应该都有预期想到状况啊，对战局整个是有机会的话，是就像正点这边获得了一些询问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endy， 请大家订阅我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，以及锁定我们的 Podcast 兄弟你来说。